这个在哪里买？这是自己做的。什么？自己做的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对。好厉害哦！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你说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。里面这个是毛，就是那种毛球。毛球，这代表什么意义吗？圣杯还是？珍珠奶茶。这是珍珠奶茶，代表台湾的意思。对。了解，里面还有写黄国什么黄？这黄明志的。黄明志。演唱会的手灯。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我现在看到姓黄的，我心里只有黄国昌啊。对，了解。今天来这个活动，主要想要表达一些什么吗？就是想要，其实就是只是觉得现在就是这个状况看的不是很 OK， 所以想说想要来上街一起这样。所以想要来这个活动，来支持一下啊！哈，好，谢谢。那因为已经有一些法案通过了，对啊，我知道。对，那你会觉得很难过吗？多少有点失落，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好。嗯，往好方面想啦，反正以后官员就不能说谎了嘛，往好方面想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他很可爱哦，他回答我说确实，往好方面想确实。